行政院院长交接典礼，典礼开始，请监交人就位。完毕，谢谢谢新任院长，请复位。苏院长，还有苏院长夫人，陈院长，陈院长夫人，各部委首长，各界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今天我奉总统之命，担任新就任院长交接的监交人，深感荣幸。首先，我要代表蔡英文总统再次感谢苏贞昌院长这四年来率领团队协助国家一路从非洲猪瘟、百年大疫、人口老化、少子女化、气候变迁以及复杂的国际情势等种种挑战，不仅仅能够让经济持续发展，也能够让人民的冲击降到最低，过正常的生活，充分展现出苏院长率领的团队有政府会做事的精神。更难得的是，在面对婚姻平权、美猪美牛、日本食品进口以及到疫情延长等重大社会议案，都能够秉持理念，展现决心，发挥毅力，一样一样克服，让台湾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也让台湾能够持续发展进步。今天苏院长功成身退，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我要向苏院长说声感谢，也要说一声辛苦你了。我邀请大家是不是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苏院长这四年来的辛苦跟奉献。同时，我也要感谢陈建仁院长，在国家最关键的时刻，能够毅然决然地扛起重担，肩负起国家持续进步发展的重责大任。我们都非常清楚陈建仁院长的为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家，他本身就是耶路撒冷的圣牧骑士，他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家，热衷于学术研究。他不仅仅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曾经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长之外，也是美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外籍院士，更是梵蒂冈中座科学院的院士。他的学术成就可以说享誉国内外，另外更为人所称道的是待人谦恭致睦，
自然而然散发出温暖跟关怀，是我们许许多多人心目中的大人哥。在2016年，蔡英文总统需要的时候，他放弃了他最热衷的学术研究，担任副总统。4年期间，也成功的完成蔡英文总统所交付的总统使命。现在，国家又面临一个关键时刻，非常非常感谢陈建仁副总统愿意来接任院长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希望能够透过你的温暖、关怀、无私奉献的精神，能够成为地上的光，地上的盐，也能够成为台湾的光啊，让台湾能够持续发展、持续进步。我在这里也邀请大家给予陈院长一个热烈掌声，给他加油打气啊，加油。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言，我们国家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在未来的一年，物龄是关键中的关键。但是我相信以陈院长他本身所具备的温暖、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定是疫后社会疗愈、照顾人民，以及在过去行政院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持续推动的最佳的人选。我们对你深具信心啊，也希望未来行政院能够在你带领之下，能够运用你本身慈爱的关怀的精神，能够抚慰社会疫后人民的生活，也能够发挥科学家务实理性的精神，逐一解决总统蔡英文交付给你的逐项任务，让国家能够持续发展。最后，我也要勉励所有的团队，行政院的团队，在未来的一年是关键中关键的一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合作，同舟一心，在陈建仁院长的带领之下，不辜负国家人民的期待，也祝福大家工作顺利、平安健康。谢谢大家，谢谢。